我是一个经纪人，我没有，这不是权力的欲望，我只有想让中华民国好的欲望，我只有想让下一代年轻人站起来的欲望。台湾怎么创造？台湾获利，美国达标，中国转型成功的一个三赢的目标，这是我要强调的一个今天我演讲的主要的强调的方向。在这里我想借用敬重的韩市长的一句话，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比我好太多了。那就是优秀农民发大财。我这一次会重点要参想要参选，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出发点，就是想要为台湾的年轻人做点事情。台湾目前面临许多挑战，如果台湾的领导人没有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，未来的年轻人将会活在一个绝望的台湾。全世界的年轻世代都面临共同的困境，他们低薪，他们负债，他们无法学以致用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正在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脱节，许多人只看到他们的愤怒，而我看到是他们在愤怒背后说不出来的绝望与沮丧。但是现在政府却让年轻人坐以待毙，所以我看不下去。我是一个经纪人，我没有政治权力的欲望，我只有想让中华民国好的欲望，我只有想让下一代年轻人站起来的欲望。谢谢。